请说。
长官，别动。战场上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伤怎么样？林长官了，就给你留下了，好好养伤吧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。同年12月，芜湖沦陷。严颂声奉命率国民革命军122师于安徽洪阳戍阻击日军。其他部队有向洪阳戍增兵的迹象吗？暂时没有。报告，第三战区司令部急电。念。命新四军皖南支队于两日内移驻洪阳戍一线，务必粉碎日军侵占洪阳戍之企图。第三战区司令部。
对红杨树战场继续侦查，一有情况立刻报告。是，回复。我部会以最快速度赶赴红杨树。是。大哥，咱们是不是要打仗了？立刻集合。师座，鬼子的炮击停止了。那说明鬼子离冲锋不远了。听我的命令，所有人准备手榴弹。等鬼子冲进了之后，重火力掩护，能动的都给我冲上去。是。快！
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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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呦，哎呦！司令部命令我们先行撤退，保存实力。这你怎么办？司令部说已经调派其他部队赶来换防。根据前面追击计划，我们沿着湾快。是。干什么？大丈夫个？我带我这个。你知道。勇猛な中国軍名、本当に意外だった。またの機会に戦場で再会したいものだ。我的队形加快速度。报告长官，接替我们换防的部队来了。这么快？哪个部分呢？新四军皖南支队。这是如果新四军和日军发生战斗，我们要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。可是上峰给我们的命令是在这里静观待命，而且严格的讲，新四军跟我们不是一个作战体系。什么他妈体系？之前吃那么多败仗的时候你在不在？马当先我告诉你，现在全中国能扛起枪打鬼子的都是我爷组织的友军。去，派出最好的侦察兵，密切关注新四军的动态。是。一兵士補給完了しました。相手も変わったことだ。我々は10倍の度胸をつけ、手段を選ばず消滅だ。はい。出発。出発しろ。
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先进的多，但却和小鬼子打的是两败俱伤，为什么？这还用说，他们怕死。哎，哎，我看这场面啊，不像是怕死，主要是小鬼子火力太猛。徐营长说的有道理。你们看看这片阵地，这片阵地再次给咱们提了个醒，跟小鬼子作战，咱们不能硬碰硬。老谭，这回情况不同了，咱不跟他们硬碰硬，这咋守阵地啊？谁跟你说守阵地得硬碰硬啊？哪个老师教你的？往这看，那边地形非常独特，两边是池塘和沼泽，中间是一条狭长的通道，这个地形对我们非常的有利。你们要在这边做好防御准备，如果敌人想要接近我们的阵地，就必须由横面进攻转为纵面进攻，而对我们却十分有利。到底是老谭嘛，还是你厉害？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敌人哪怕人手再多啊，跟咱们交手的只是前面几个，是吧？那这阵地咱就不要了？该舍就得舍，已经没有时间修筑防御工事了。贼心呐！通りませんか？いや、見てみろ。こんな細く長い道は、五六人の大隊で進むしかなさそうだ。もし敵が火で道をあぶったとしたら、中佐の言う通りです。しかし私は敵の狙撃にそんなに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。ご覧ください。道の向こうは同じように狭い。奴らの障害は少ないはず。よって砲火の密度は高くない。我々は第一弾の砲撃に耐えれば、奴らの砲撃の隙間を狙って吸収できます。よし、広助君、君の分析は正確だ。どうやら君も一人前になったみたいだな。これは中佐のおかげです。命令だ。
そのまま前進だ。敵の邪魔が入ったら応援しろ。進軍だ。はい。前進。
大片尸首，退后大约七八里地。利用地形的优势，把敌人由强转弱，把自己的兵力发挥到了极致。高明啊！这算什么？咱国军弟兄打的都是白刃战。鬼子更大的动作还在后头。通知部队，保持战斗状态，不要松懈。是。继续观察。是是。同志们，咱们这次用横向拦截敌人的纵向取得成功，但是千万不可以马屁大意。小鬼子毕竟不容易对付，我敢肯定接下来会有一场恶战。你们说说，这次小鬼子吃了这么大亏，他们会怎么做？还能咋办？拼命呗！啊，没那么简单。我看，鬼子还是会发挥他们的火力优势。嗯，德一说的对。你们看啊，虽然两边的水塘阻碍了敌人的进攻，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个位置架设火炮，我们的阵地就完全暴露在他们的射程之内。你们想想，到那个时候高兴的就不是咱们了。哎，老谭，你刚才就不怕鬼子用火炮轰炸？我之所以让你们修那么多散兵坑，就是因为防着鬼子这手呢。如果我发现他们有大规模轰炸的迹象，我就会命令后排的战士转移到前排，三五个人躲在一个散兵坑里边，这样咱们就没有了纵深，他们打过来的炮弹就等于是在浪费。这是咱们与敌人重武器对抗的唯一办法，但是光躲着也不行，如果敌人冲到了面前还是得拼命。可是问题也就出现在这儿了，如果咱们一字排开，人员比较集中，火力就不可能像刚才那么猛了，而且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。如果一旦交火的话，就等于是在向对方的炮兵报告咱们的具体位置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冲上去，拼刺刀。咱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敌人的阵营里边，贴着他们打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火炮和枪支就基本报废了。但是切记，小鬼子也不是吃素的，咱们得拿出百倍的勇气和精神。徐德义，到。等敌人步兵冲锋的时候，我会先带人冲上去。5分钟以后，你带剩下的人贴上来打。是。为什么不一起上？傻小子，与敌人短兵相接，就像长江的水一样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才能在他们心里造成巨大的压力。通知所有战士准备。是是。もし方針をここに置いたら、発砲の角度を抑え、そして敵の陣地は我々の射程範囲に入る。問題ありません。前回の交戦により、我々は奴らの実力をすべて把握しました。今回絶対に全滅させてやります。命令だ。砲撃準備。敵の陣地に銃弾爆撃。